卢卡申科表示，白方坚定支持习主席提出的重大理念倡议，愿同中方一道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新贡献，希望白中两军在维护两国安全和地区稳定方面携手努力，发挥建设性作用。李尚福说，中方愿同白方一道推动中白互利共赢不断走深走实，双方将在两国元首引领下把两军关系不断推向前进。16号，李尚福与白俄罗斯国防部长赫列宁举行会谈，就两国两军关系以及国际安全形势等交换意见。